雨辰，我今天好像发现你这一两个月好像都变得有点稍微成熟了。哎呦，干嘛这样突然夸我？就是有点在，我刚刚在回想啊，你三个月前好像还就是还屁屁的嘛，就我们整天无所事事，然后还可以跟我打打闹闹，结果这一两个月你都在忙大的事情。不是啊，就是真的很忙，而且现在自己都可以睡十个小时什么的，然后我现在就是。能睡四个小时就奇迹了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不要爆肝哎！好，突然好怀念你那个幼稚的时候。我跟你讲，之后我退休之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我还是闭嘴好了。那接下来让我欢迎下一首歌曲《你还是少年》，掌声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唱俊清，然后这是我的吉他手玉琪。俊琪。这是我的鼓手玉宇，那我们要唱的是《你曾是少年》。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
少年。谢谢。耶！那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，谢谢他们的表演。哇！太热情了吧！